长江，亚洲第一长河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流域横跨中国19个省市自治区，滋养了近5亿人口。长江诞生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，蜿蜒穿过雪山、冰峰、草原、湿地、湖泊，奔腾入海，绘就一幅壮美的山河画卷，丰富了中国的地理格局。他在巴蜀圣地创作出神奇九寨，在彩云之南用最壮观的大峡谷成就无数探险家的英雄梦。长江一路挥洒壮阔情怀，酝酿出独有的东方意境。这里是文明的摇篮，当作文明古蜀之谜，众多古文明如星河璀璨，江水流经之地塑造着生命的舞台。涛声与翻影间滋养着诗意的生活，穿越三国赤壁，激荡着历史的风采。繁华不止于往昔，被长江滋润的风土始终激发着人们对生活源源不绝的创作欲。夜晚，长江流域的灯火熠熠生辉，它闪烁着慢生活的美丽，点燃了新时代的潮流。让我们共同发现长江之美，见证美好